秦昊哥，我觉得他这个人，不知道用什么数量来记，100个。那之前秦昊老师有把你气哭过，那在这个节目之开始之前，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？有没有想对他说的？我觉得吧，老实人也有老实人的玩法，陷得多有时候也赢不了，有可能哦。所以希望秦昊老师，就是保持好好的心态吧，因为人生有不可能永远都是赢的。他凭我的心眼，对，其他三位老师，这个是超越平的你。100以下，你猜猜他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因为这个是下，你可以看看，你可以猜猜这两个键盘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心眼更多呗，他有上升空间啊，他有上升空间。没有，他的意思就是你是坏坏的那种，这个是好好的那种一百，正能量的那种。然后这个是蒲熠星老师给你填的是一，这个上综艺还带连续剧的吗？还可以把之前综艺的带进来是吗？对，超越妹妹呢？最高100分？你没有，你也可以写往上写，也可以写负数啊，都行。